透过专款专用，在收入进来时就将钱分配到该区的账户进行管理，让钱为我们工作。如何执行专款专用？根据实际需求列出属于自己的专款专用，赋予每个账户一个神圣的目标使命，为每一个账户设定完成的时间表和 KPI， 确认自己设定的 KPI 是可达成的。三个基本账户轻松管理金钱：一、日常支出账户；二、年度支出账户；三、储蓄投资账户。记完账后务必先准备起来的账户：紧急备用金账户，保命的钱，6个月到12个月，适合存放在容易变现波动度低的地方。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适合自己的专款专用。 EX 教育基金账户、退休金账户、玩乐账户、梦想账户。专款专用的好处：降低对金钱未知的不安，优化金钱的使用，提高储蓄动力和效率，帮助资产稳健成长，循序渐进地达到设定的财务目标，让自身资源效益最大化。